2024年7月初三，今天是礼拜三吼。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侪云到好天，海湾同款吼，气温拢不止啊，悬真热啊。这个过道过了后呢，部分所在山区也阁是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古历行到5月28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7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啦，感谢啊，即晚呢，咱就来甲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甲看新闻哈。来，首先咱们来个看一篇吼，啊，这个家人。家人罢免吃公牛吼啊，这个相关的报道啦吼。你讲公民团体山海公民铁牛行动发起罢免家人市长吃公牛，第二阶段罢免人数到昨昏为止初步估计啦，有41000份超过了。所规定的30792份，差不多有超过10000份啦。啊，伫7月初5特别以40000份的人数罢免书做册，要送来到家人市选委会来审查啦。上届近伫9月中旬就开始会当予大家来登票啦。啊，那票登来到地呢，罢免吃公羊成功啦。就会来进行家人市长的补选。山海公民铁牛行动发言人李安勇伊安尼讲呢，伊讲6月30日的阴暗8点，杂志收件了后，这两天陆陆续续一个有民众送件来，但是可能到7月初5送到第二阶段的人数罢免文件的清查时间真逼了。铁牛行动的成员讨论了后，决定7月初1日起，志刚吼专心投入吼精力做车。李安勇伊咧讲啊，伊讲连续罢免的民主工程袂当凊彩进啦。志刚爱先将吼连续罢免的文件按照行政区里面一行一行来甲编号做车。一定爱要求7月初5将整理好的40000份的连署书罢免文件做册，送来到家人市啊，这个选委会审查。啊，那是讲7月收到的连署书呢，那是家人市选委会通知连署书罢免文件有问题啦。距离这个核定30792件一个无够呢，需要补件呢。诶，伫7月初1日以后收到的人数罢免的文件送来到给家人市选委会来补件。整理资料的志工，安尼大家真热情啊！啊，这个脑海当中不时浮现出吼，这60天来街头安尼奔波走撞的画面，希望和一张一张的连书书会当团结集中起来，透过着民主的丁树甲公民行动，会当成功罢免吃公牛。啊，被外界看好参选家人市长吼，热门的人选的民进党籍的家人市市议长啦，董祖伟。伊昨昏伫面册蒲文章伊安尼讲啦，伊讲面对着民意的反扑，市长应该爱检讨家己，而且毋是检讨市民，甚至呢甲市民对立啦。面对国民党以罢免伊为名而发起的政治斗争，伊无惊吓。绝对会堪这考验。董祖伟伊表示咧，讲讲对2018年当选议员至今6冬啊啦，每一工。透早困醒起来，想到的都是为市民加做淡薄仔代志。国民党中央足明显要甲家人市严重的脱节啦，因嘛无了解吼，因为这个市政的乱象、市政的混乱、甲错误的政策，所影响了市长的罢免案。不是靠政治斗争，而是报复性的罢免，就会当平息了。董祖伟咧讲讲国民党的报复性的罢免呢，引起了地方基层强烈的反弹啦，连吃公牛都拢吼表示反对啦。这种的所在，中央无强调的政治啊双簧，就是一出闹剧。毕竟市民无在意吃公牛，安怎样我讲啊？市民在意的是市长到底为家人。
做什么款的代志？嗯，这咱看到国民党这段期间吼，就那亲像囡仔咧办公家会啊，你呢？冤家啦，不是办公家会啊，囡仔咧冤家吼，讲你给我拍一个，我们要给你拍一个倒转去啊！啊，你给我拍两个，我们要给你拍两个倒转去啊！你啊，人今仔日伫家人市咧罢免吃公牛，是因为伊上任开始，一直到到今仔日，伊的所作所为无符合咱家人人的价值，我要爱的是建设，我要爱的是福利，我要爱的是种种对家人好的物件。结果一开始伊就无安尼做，好，这个家人人正咧讲，开始要甲罢免，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已经拢通过啊，即马开始咧调生囝，食国粮开始咧讲好话、讲好听话，啊，这是国民党的中央朱立伦呢。伊煞讲啊！你甲阮罢免，我嘛要甲恁罢免。啊，上紧啊！安尼伫咧冤家相拍，安尼，你要甲罢免，即几下历史的起源了，对啦，伊是对他做了唔好。马健啊，那要提出罢免案有无吼？拢一定爱写讲罢免的理由。还拢爱写出来，啊！要开人去中选会，等下罢免罢免，啊！就古来去写啊，看民众感觉安怎样啊？民众的看法就对。嗯。罢免吃过粮，这已经是运动外久啊。嗯，起码公上紧啊，教会讲可能会投票啦。嗯，是教会啊。啊，这看爱外久啊，会中间啊，大热些了吃过粮，伊是家人所做所为。嗯，国民党不会检讨。嗯，搞可能检讨啊。罢免的，我讲罢免你来得啦，你议员啦，种种安尼的。这动作是安尼啦，还无多啦吼。啊，政治本来就是安尼在算的，就是啦吼。咱要甲罢咱的理由足济嘛，啊，但是因迄边买当找出足济理由啊，要来罢咱的啊，对不对？吼，所以把囡仔罢免大阵就来啊吼。啊，罢来罢去啊，哈哈哈哈哈，罢来罢去安尼，啊，这一定拢找迄种个。像咱民间都买一件，甲说，电工你那把议员的话有啊，吼，无问题啊，来啊，都继续来啊，他妈来了，可能要霸你位啊，哦，可能要霸你位，顶早都团都讲已经锁定五个嘛，吼，五个人六个立位，因为这票数拢足紧啊，那票数非常的紧啊，吼，我本来找这个立位来霸了对啦，吼，好啦，啊，霸面的霸面，啊，霸面的大家靠老力淡薄啊，吼，霸过来霸过去安尼啦。啊，他看呢，你有创作无？安尼有接受啊？无安尼尔，对吧？就这么简单。我上边讲边把把边你呢，为了民众的疑问吼，嗯，安尼，这个话一样讲未出来，一条，这种讲已经无，我感觉讲吼，已经无效啊啦，一条，哦，现在结果另外红把边，你国民党你家己唔知啊嘛。对不对？ Yeah. 啊，所以无去检讨家己，结果用到底是做了安那？所以讲，你罢免官，你别罢免，跟你罢免，但系罢来罢去安尼对。这种党已经是小囡啊，囡啊安尼感官的对，不好啊。咩？那是看出出来。对啊。啊，台湾人，台湾人唔知是安怎看，我唔知。是家人人啊，看家人人。对啊，台湾人是要看国民党，对不对？你要反罢免。我见啦，你做你家做，哦，对不对？啊，你个国民党啲林丹介绍你做你家做，好啊，好。来是看戏啦，哈。另外，咱来个看吼，国民党这段期间呢，知影讲民调因为国会乱象啊，造成着全民大裂缝。迄个国民党的支持度和国党的支持度，会当讲那亲像吼，土石流安尼大崩山。人家即马吼，嘿，听你讲讲吼，大家伫明年开始，即个位呐满一年了后，就要吼全国大罢免啦。啊，即国民党甲国党诶，即个声势吼，包括伊支持度一直落家吼，挡未掉诶情形之下，国民党甲国党应该搞，讲啊，阮诶支持度呐落家吼，挡未掉，扑未起来，啊，阮就搁用另外别部方式。就是征收罢免法，把这个所谓的罢免法跟修复官官官，让你们无才调人搞我们罢免啦，无你要安那啦，要烧怕后水烧混乱啦。这是偏咱现在来个念看嘛，非类以前含国民党，嘛以前含民进党，你修这个罢免法的时阵就对个啦，两党拢已经讲好，会使安尼好过，这有符合人民的需要。
结果即马就是看人咧甲因罢免尔，看因咧支持度咧大啦，要甲罢免尔，安尼讲未使，讲未使，以前讲诶迄无准算啊，定位调定股调，立法是安尼立个哦。不能。你讲立法院国民党团即马要杀杀修正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啦，要想要增加罢免的难度啦，内政委员会正明确来问阿仔啦吼，内政委员会吼下底问阿仔来拜信啦。这件代志，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讲任何民意代表伫任内对着家己有任何国权，人民拢未当接受啦。恁即马要修这条罢免法，对恁国权有利的，人民未接受啦。现行的法律就是选民甲民意代表的。甲民意代表的一个契约啦，这个契约是袂当去甲破坏的啦。国民党籍的立委吼柯武金，伊提出公选举啊，这个选罢法的修正草案，签订一年之内袂当吼啊做罢免的提议甲人数啦。包括吼罢免的票数吼，一定爱关过当选的票数，才会当通过过关啦。国民党这名的位移强调咧，讲讲袂当和少数的民意来互决着多数的民意。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咧，讲讲民意代表对家己任内的扩权，包括对家己啊增加权力，包括对家己增加台务甲延长任期，用安尼保障家己的权力。当初人民投下这张票的时阵是无授权，何里安尼做呢？所以民意代表伫任内做相关的扩权的动作。这应当重视吼啊，将来来检验每一名民意代表的基本条件。以小心的希望民意代表会当吼遵守分制啦。现行的法律就是选民甲民意代表的契约，契约未当破得破来。对家己的声势，今麦开始咧大卖啊！那要甲罢免啦，咧青做咧青囝啊！今麦讲罢免法爱去征收啦，收个管管管，啊！你规期都啊免收啊，罢免法直接甲废掉就好。从此以来，民意代表甲管事长拢未当往罢免，安尼无上紧。啊！人因都多数啊，啊多数人因要变什么棒的负责人？不哩个因咧讲的这个罢免法有无吼？内面其中有一条吼，我倒是小可有认同的。就是讲要罢免人的时阵吼，你罢免票数唔免算迄个几趴几趴的啦，迄、那个罢免的票数都赢过你之前当选的票数，这点我是感觉我接受啊，我个人感觉是啊。譬如讲张大哥，伊参选台南市市长啊，伊摕一千万票啊。好、哦、对不对？好、哦，看你要提个这嘛，千万票，他来说都都来了，紧啊，那提个这票的哈，啊，一提一千万票当选的嘛，对不对？嗯、啊，七百万票就给他扒落来，我咧唔对啊，伊当选是一千万的民意呢，啊，你七百万就给我退落来，哦，所以其实这个罢免当时，几当前咧修这个罢免法的时阵，阿生也这么讲道，讲讲恁都唔免修改好，就只要。动算的票数，罢免的票数赢过你之前动算的一票多，你就落来。嗯，我安尼唔得，安尼唔得道理。但是哦，安尼较困难。我知你较困难，未过关啦。但是伊若真正做了歹的时阵，应该要甲赢过无问题嘛？哦，差不多你袂落去丢。唔啦，唔袂使，我唔做动作个，我爱讲哦。这真是就事论事啦，吼。譬如讲，其实无啦，像你讲安尼嘛是有理啦，但是伊即回即马。新修法不是现在要再定修的哦、嗯欸、这个来底内容我是说以前现在通过现在等在使用这个啦、嗯、其实他也是有罢免和没罢免的人两方去要求、嗯、好啊你如果是说譬如说你如果是说你罢免的票如果输他的话就对了、嗯嗯反对罢免的人的票呢，赢伊的话就对了，嘛是当免罢免啦。我知影，就两种有错啊。对啊，阿姨，这就是两种的讲法嘛，对不对？啊，咱刚刚讲我的意思，就是咧讲，张大哥伊用一千万票来当选台南市市长了后，啊有人未爽，要甲张大哥罢免掉，就爱一千万控一票，嗯，安尼就罢免落来。啊，但是我明明得提一千万票。啊，结果用七百万、八百万就把它扒落来，啊，我剩的遐几百万是走去。啊，你有想到讲这困难无？有啊，罢免的选举通同意时，
大家做伙要选股的过程是无同款意见。无八万的啦，八万的选股了，这有可能个票会落足者。无唔对，八万的投啊，这个是高嘞，投票如何管起来嘛？大家唔知系咱去。高嘞还是高嘞？哦，这唔对，派人撸派八万。国民党哦，国民党要收的吼，其实吼，伊也收干阿收这条尔，争议性较袂阿大。另外，你国民党恁即马人较济嘛，你会当去加一条啊？对。被罢免掉的公职人员就对，爱将你之前领的三十块的选票补助费，爱交回来。你若去用罢免掉就对，你头前领的三十块的爱还回来，哦对不对？哦，无你啊看嘛，像迄个王宏威啊，连面领议员的，议员领了就哇，卡通坐也未少的，就随个领着立委的，迄钱还好赚的，哦对不对？哦，我这国民党内好了，伊未晓揢一个。会当引起大家共鸣嘞，阿来暗号伊想要保护这个人，阿来有关迄个罢免门槛，因就是后代就是伫遮啦。哦，啊，所以这个物件，咱还是啊，但是我个人确实迄个感觉嘞，就是讲我几票当选，要甲我罢掉，就爱超过我当选的票。我本来做早就拢安尼咧想啊，哦，本来做早就安尼想。但是这可不可能啊？我知影无啥可能，但是如果呐真正大家照报纸所讲，受气甲安尼啊，嗯嘿嘿，那也无可能，啊无那报纸拢要写爽诶，迄都袂晓咧受气啊，是不是？阿先阿今仔日做了有够两公，阿庄大哥甲幺俩，逐工吵，逐工吵，逐工吵，阿要罢免投票，迄工两个人拢走去佚佗，无去投票，阿你敢真正有受气？无嘛，都袂晓真正受气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即但即个大家考虑啊，一把拉把起来足乱的。我说哦，包括中已经开始乱啦，已经开始，已经开始。痛呢，他怎么？他怎么要把把面食过了以后，足乱的。系啦，你把我把你。对对对，啊，所以诶，乱糟糟都食八多啦，干把面落啊。阿来，所以国民党恁也是讲要修这个罢免法，即当初就是国民党、民进党和阿党的做伙，阿来修出来的一个罢免法嘛。啊，即嘛国民党想讲这罢免门槛上个，恁难袂记呢？这个门槛这是大家拢调整。这罢免他来管咯，你这个政府无处啦，因为这个国会今仔有咧讲嘛，国会乱象上过侪中间啦，中央院议事咧烦恼啦，烦恼讲政府吼无当出卡出手啦。有啊，这边我看到，你看到啦哈，是不是？这罢免来到这个议事，这个中央院议事要甲你报告，这个要做个中央院议事不简单咧，对不对？我们要报告，来外部，讲这是有道理，但是我要甲你讲。唔免烦恼啦，佮较恐怖嘅新闻都无当时咱咧反埃克华恐怖啦，你做你放心啦，埃克华无将军嘛，拢无安那，对不对？所以你免烦恼啦，管在伊咧讲话，无将军唔是较早落，对啦，较早你甲看乌啊埃克华呐签落去，就安怎都安怎，民进党大汉到细汉嘅打比你家出来，反正大家嘛咧严重，要讲我严重啊，但是等你到你过啦，啊这经算计算咧。一口啊，我较突然的，你都为你干啥？就是讲，你不但是选前讲我作严重，选后唔处理，你后边来强辉啊，要甲咱骗民众之一行一行落来的时阵，你个尴尬强辉啊，话声我唔通安呢，我唔好破坏双方面的感情。我靠腰咧，你较早咧翻一句话，唔得咧破坏双方面的感情。所以咧政敌啊吼，是人家气势啊，就是安尼，我并不是夸张有诶无。所以我这罢免哦，这代志是。不得不做，靠安尼啦，吼、哦！啊，这邻居相情啊，什么人家把张庆军，我绝对找那边打呀，一定是安尼的啊！啊，这么是咱白人？我知啊，我讲连胜一定是安尼嘛。咱白人的伊啦，讲咩白人，咱就用理由，讲你白这无意思的。啊，对不对？啊，我问你，今仔老人要白话的时阵了，你啊要搞白面？我绝对反对啊！你一定反对，一定支持嘛！啊，刷了皮中大哥，或者你锁定对方传了谁杀的？什么人？没跟你讲，我讲啥物人啊？舒心舒心，系啦系啦，政治政治政治，平常心看待的。上将也是罢免掉的迄个人，那去用破韩国路去用罢掉。哦，啊对啊对啊，韩国路三十块，爱搞错的嘛。哦，啊这不错呀。不错啊，罢免掉的，那这个规定啊。啊，说过来，好，你讲国民党的东西，甲韩国路罢免掉的，即群迄个即嘛，甲迄个韩国路罢免掉了后。迄个停韩国路，迄群人家也无跳来罢免机嘛了。
冇，因为做韩国路真正大家都掠光了。我是讲，那一报复性的啦，你嘛得爱个跳出来把面击埋啊！冇啊，啊你唔知叫报复啊？来来，韩国路所以唔敢咧做，韩国路红兵啊，对不对？你有把面对啦，你有谈把面击嘛？有击嘛打佢哋娘嘛？对啊，你有，啊你勉强把地接受伊。击嘛，你话看做偌久啊？今仔日要把面即个家人是市议会议长，伊敢有理由把嘛无啊？伊都干那。一个啥一夜欢夜你啊不好吃的啊我们不好无力在那里把面筋吗把面干嘛呀不再叫人家吹点点嘛啦对啦啊简单讲的是这个东西都正比人家的店来来因为筋嘛做了太好了所以他们谈把面你想都不敢想拜托要把面想都不敢想因为家母的啊嘛应该你知道嘛家母的是家家他们没家母的家母的家母的家家他们哪有家家他们哪有家母的啦对啦好啦，进一个广告啦吼，阿连明则个倒转来吼，我是较在意迄个三十块爱倒转来啦，没爱倒转来吼。好啦，感谢。我感觉是连薪水嘛该倒转来，薪水是咩啦？伊都做下时间啦，咩啦？好，好啦，进广告来。食咱的产品袂歹，讲要含咱大家分享者。对。好来，你请讲诶。两，你得听这节目两年了，大开始吃啦。哦，两年。啊，因为我素食吃太久了，所以有感觉有改掉。哦。啊，唔过有问过超公司的事，啊，佮问过你林小姐啊。嘿。啊，感觉讲，那做药价应该是会使。对啦，对啦，对啦，这都无问题。啊，因为我当时这价是因为像咱阿兵总统哦，这个呼吸哦，这个呼吸，这个睡眠终止。嘿嘿嘿。啊，我听说了哦，这个哪哦，像个感觉的皮足啊呢。哦，哪好做？嗯，手术的时候，哪怎啊？因为电线未使，未无拆线。好、哦、是。所以永远就是有一种物件感觉的，那个哪怎啊呀，怪怪。啊，然后前下手术了，啊，迄线拢无疼，啊，咱咧吞花啦啥种种都改革一样。对对对，改革。所以过一个后遗症就是讲哦，十片未困住。哦，十片未困住，好好是是是。回诊一单拢无效，包括往喷健康的，好，啊，暗时啊拢得爱起来搁食一摆迄个困健康，无就食一摆药啊。嗯啊，因为食了。刚刚讲，哎，哥，好哥未歹。阿咧，嗯，啊，你讲迄个客，即阿咧有哪有改善的？你也是安那？哦，改善足多。哦，即下当改善，嘿，是改善足多。哦，原本就是讲，咱手术完了，啊，你来咧吞完啊，啥食物件，你感觉讲内底有一个物件卡咧，安尼啦。对，像甘蔗皮珠啊，啊，你困的时阵，伊会杂片啊，啊，人会安那会不舒服就对啦，吼。对，啊，我讲我家己的就是，我伫我做医官嘛，我伫迄个当运皇宫照顾金带一个病回来，就是讲迄个改变。八十瓦当拢袂好，是什么？哦，热天的，热天就是干枯加的死，焦的焦啦，我爱感觉破皮啦，是。但是好去哦，我三当了真 OK。哪里好？哇，真。卡皮只两当瓦，真到卡下卡卡皮足高，真已经恢复正常，含正加同款。这是我想袂到，搁一点上。上奇怪的讲，我那个，像我目睭买了一条直肠菜钱安尼哦，这条直是眼内癌，哦，我的直变作那个癌症，侵蚀起来，所以我对边啊这边就啊，这个喙口边啊只哦，就了侵蚀了，我颜面神经一边，边啊边一边无感觉，一边有神经一边变无神经，哦，是，嘿。但是我食较紧就对啦，食较紧已经两边咧帮拢同款。好，原本是一边，刚刚像迄个颜面是，我拢个麻痹起啊，就对啦。对。啊，即马是算作拢有恢复倒转来了。对。啊，所以阮朋友最近伫当前有迄个小中风，颜面神经第七八条神经，啊是歪去。
啊，我总赶紧换四款好食无聊的，因为伊感觉贵，我爱食，我讲这毋是贵的问题，是是是，可有效无效？是是是是是。啊，伊食了有改善，嗯，进嘴无歪啊，讲话袂闭啊，好。你拿四罐要来还我，我讲唔免，因为你无三张开，四罐你搁继续吃。哦，啊你哇你真你做人真好咧，说真话咧。哦，我是感觉讲，实在这个物件，确确实实有迄个效果吼。咱唔是讲这个物件是安怎迄个，这个物件是确确实实是改善咱身体内底伊个状态。是。这。这哪讲呀？讲哦，有的讲、啊，想过看是安尼，这是规个循环拢改善了后，所以规个拢无严重的话，结果啊，我那会真还好。是是，啊，本身家己爱坚持就会较会了解啦，吼、哦。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讲话，我是讲无报答的吼，起码。哎呦，感谢感谢感谢，好，多谢阿玲，感谢你啦，好。好，感谢哈。啊，这个见证哦，咱所大哥跟你讲的吼，有够清楚，对了，是这么滴哦。你若注意个听哦，所大哥讲哦，伊个心理上总来成这种对。尤其我听到尾啊吼，有一种就是讲，伊因为有小有感冒啊，一入边一边吼，因为过开刀开了对了吼，啊，人民神经哦，都无啥感觉。咱面哪里个？你个陪你个又会疼吼，伊另外那边来都别疼，拢无感觉对了对了。今嘛吼，食了。黑龙恢复了，恢复感觉，各个报警朋友中风的吼，阿、啊、姐，这个物件我咪个讲啊，台中朋友，信丹公司的产品好卖，啊，食了赶紧做见证，这是了够实在了，对，吼、哦，这人苏大哥感谢你啦，吼、啊，先来你做访问哦，非常感谢吼、哦，来，咱全国服务电话免费做上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信山是多山。咱只要有耐心去甲做使用的话，咱时间一个距离会发现到，会当伫你的身躯顶吼啊，这个，互你得到足满意。做好的效果出现啦吼，只要有耐心来使用的朋友吼，咱拢会当安的吼。那咱这么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侪侪精品，要来赠送给咱大家。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平底锅一支，你要个金电风一台，金毛毯一领。你要个金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分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30粒。这种的营销，咱一道经一行未完结。啊，另外一处呢，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呢，啊，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我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赠送给咱大家哦。咱要五款的朋友呢，你一旦个经吼啊，这个上新的精品，就是3件式的保鲜盒一组。你要个经保温杯一支，经白沙湾气哥一条，你要个经单向的糖纸一盒。你要经5目子的洗头毛巾一款，5目子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0800-0500-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吼啊，这是咱嘉宾啊李先生来点播啦吼，文夏老师演唱的歌《江边送别》。
也想为天就托出盼感谢哈，咱哥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AM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哥继续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另外咱要甲看一篇今仔日的头版的啦吼，报讲咱台湾一只渔船呐吼，安尼去伫金门的外海，乌珠啦食过河，食到对中国的海域去，去啊掠小光啊。啊，即嘛吼，打去吼，即个中国的海警吼，安尼硬甲强行盯船，挂人挂船吼，拖过伫中国啊。啊，这个时阵，这到底是要哪处理吼？咱得爱来甲看后续的发展安怎啦？配偶一代渔船啊啦，伊的名叫做大金满88号，昨阴暗8点外，安尼受去到吼金门的外海，进入中国的领海内底呢？安尼讲掠鱼啊，中国海警呢，大随时啊，这个海警船就开出来啊啦。就四颗链灯给包围起来翕相啦，啊，然后吼将八堆渔船啊内面入面啦。在这个时阵，咱国海巡署有听到吼啊，这台渔船喊救命诶，救号的信号啦，救救的信号，嘛随时派出两台海巡艇赶来到现场救援。迄当时一个含7台的中国海警。诶，船啊，伫遐对立呢。根据了解，平湖即台大金满88号的渔船啊啦，顶面吼有6个人，
啊，是六人吼，拢伫三间咩搬去，互中国嘅海警船吼，安尼甲拖登去吼，拖登去即个所谓嘅中国海巡署表示，讲渔船啊吼，被登陆吼啊，然后检查嘅位置距离中国嘅晋江11.2海里嘅所在啦。啊，而且是即个中国吼，即马即个时阵是中国吼富贵休息嘅期间呐。后续将会邀到这个海陆会啊，邀到陆委会啊嘛，这个渔业署透过着两岸管道协调当中，并且来呼吁中国这方面唔通做出了政治的操作，损害了两岸的关系，赶紧将咱国渔船啊，包括人放倒转来。昨昏沿岸8:14海巡署接到吼平湖级的大级满88号的渔船，诶，这个船主啦吼，船主人报案啦。伊伫这个金门廖罗湾呐吼，东北方啊，东北东方23.7海里的所在就对啦啦，去互两台的中国吼海警船吼。安尼个背起的地，因为渔船啊，去个检查，然后个扣押起来。根据了解，大金满这只渔船长，因按8:10伫金门的东北角的海域掠小光啊啦。船顶除了姓洪的这名船长以外，一个有5名印尼外国籍的劳工。两台中国的海警船突然间大挖进，就开始翕相啊啦，啊，然后就强行爬上这个渔船啊顶面啦，然后呢啊，连船挂人直接就扭转去中国啊，啊，附近海域有几十台诶，偏欧这边渔船啊底下咧作业呢，大家看到真惊吓呢，啊，当时有其他诶中国海警船继续吼跟踪其他诶偏欧这边渔船啊，这个海巡署啦。伊昨昏接到报案了后呢，署长张忠良随时啊，伫这个署部入了吼，成立了吼应变的指挥中心，来指示吼调派到线上会当吼处理的两台海巡艇来到吼啊金门遐外海拿闸。来到现场的时阵，发现有3台中国这个海警船呢，控制了大金满这台渔船，啊，另外有4台这个海警船吼，含咱国的海巡艇底下咧对立到底个啦，啊，咱国这方面呢，嘛加派了吼另外1台诶海巡艇吼，伫三间咩半来到现场的支援，迄当时含中国的海警船吼对立差不多有50分钟的时间啦。所以这掠这个鱼啊吼，由于咱台湾最近吼，含中国的情形并不是足好啦。啊，所以咱家掠鱼的人，对啊，你若比较吼，这个中国的海域，人的领海内面去共掠鱼就对啊，人一定从你找你的麻烦的。无咧含你介绍啦吼，所以大家吼掠鱼的生活呢，爱遵守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海洋公约，海洋法东东西西吼。啊，那到时去用掠鱼的时候，那唔知要哪个冲击你啊，我多疑啦。这掠小光啊，我咱讲那掠小光啊，船真多呢吼。今日啊嘛是伫咧平湖遐掠小光啊的船啊。熊熊公主看着海面上吐出一只大只的小光啊，做大只，这个一个狂风正水感，用不着正水感，哦，一只小光啊，惊死人大只哦，然后又浮起来就对了哈。好啦，啊，这只叫做大金万吼，大金万呐吼，大金万88号吼，咱的渔船啊，号这个名都注意的哈。那有当时去港口看渔船啊，号的名吼，哎，人家那个名是啊，是不是？哎，注意了，不不。对啊对啊，啊，有的是用船长的名直接就号啊，哦，啊，有的号这个好听啊吼，啊，就用就对了吼。好啦，啊，这个根据了解吼。这个了，这三呢，吼，带走的这只渔船啊，啦，吼，啊，这个了，这目前呢，这个这确实啦，经过确定，就是讲，强匪啊，这边只爬去伊的船啊顶去甲检查的时阵，迄个所在，这只渔船啊是伫咧中国的水域，无唔对，哦，是伫中国的，啊，但是伊到底是原本是伫边边啊尔，啊，因为你甲约。伊就要走去中国遐去，看雷达图就知影啦吼。啊，即麻烦啦吼，即规只船甲人拢叫倒去啊吼。啊，即嘛咱政府想办法啦吼，想办法要看要安怎样啊，即个做啥去处理这件代志吼，即我加落吼。呵，那是即、這个这啊奇怪咧，啊因因是安尼不时的说对咱家咱小可下一个名，安尼歹情情安尼吼。啊，阿伯咱那是只看到啦，下来下过咱这边就赔钱赔钱。呵，差不多咱小点啦，即安尼个木架那个。不晓得，不晓得。情况差不多，个导演船，
过来，我那个怕变过来吃，嘛怕过来吃。拖等啊，都感觉拍袂掉嘞。可能你也中诶哦。啊对啊对啊，以前你下过来，咱啊都好这个这下档诶话，这个船从这个刀等来啊。嗯。刀等啊，鱼骨啦、船啊啦，啥全部那个拍袂掉了，对个啦。哦。啊，姜伟啊，伊嘛知影，讲咱诶船走过人台湾迄边较济啊，啊台湾诶船走过咱这边较少啊，啊所以就不用。啊，但是姜伟啊，咱岛边诶船姜伟啊，冇出来讲话啦。哎，都不得改管呢，也不得管呀，鱼鱼的生气呀。啊，咱不讲啊，咱是叫准要到位来边个鱼鱼，咱来紧张啊。啊，那准备不好哦。所以，张大哥，咱翻头来再想看卖啊。今仔姜辉啊，白痴啊！我讲这个要做啥？叫姜辉要抓起习近平哦。嗯。那叫是白痴，你敢明啊？你讲白。嘿，我今仔来要做就台海的事关了，对。我绝对提金门干妈做回刀啦。嗯。我一定提金门干妈，因为。金门甲妈祖无伫台湾甲美国的共下一个啥下一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嘛，无伫内底，咱看到台湾甲平和尔嘛。啊，金门甲妈祖美国的眼中本来就视为迄是中国的领土啊。嗯嗯。哦，啊，不然中国啊，我绝对，我这买乱的时阵，我都找金门还是摕妈祖阿你开刀啊？嗯。先甲你捂一边啊。嗯。啊，摕这两块刀，以免损失足济，啊，保级都紧，等于是咱要保级万。嗯，我离来较远啊，啊离东顶离华边尔啊。啊，现在唔提这唔提。啊，我都想无，这北市是咧北市多一点，我都看唔。我咧想啊，啊你不会做阿爸咧？唔啦，啊你个退你个退起来了后，会当做做啥物好用？干那伫金门干妈做咧做兵诶，即个家长是台湾乱就乱死啊！哦，新光哥。啊，消息中国头壳做歹啊！做歹做歹做歹，啊！新光新光哥，新光哥啦。过来，来进者广告啊，徐哥得等啊。得啦。家人人吼，啊九月份的时阵才麻烦一个啦吼，啊大家踊跃出去投迄个做罢免票安尼就对吼，因为啊那呢一寡这政治人啊吼，已经讲准备啊，十个人红罢落来了后爱补选嘛，嗯，已经底下咧准备运作啊，对，啊虽然记者问几下个，大家拢讲啊目前先等罢免安排，啊是安怎样啊？得我独独一个讲，伊拢准备好啊，干那一个讲伊准备好，你算特别咧，坦白。唔敢见笑，迄个高价鱼啊，算特别啦。高价鱼讲，伊讲伊做准备好，随时拢准备好要用。这高价鱼吼，这打我真正是加迄个国民党迄个徐巧芯，哎，我差不多啊。我看你，包括咱在你看中。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炎炎夏日，传染病盛行，有毛小孩的朋友们有福喽！113年高雄市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今天登记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偏乡地区狂犬病属于高风险区，动物医疗资源少，赶紧带毛小孩打疫苗，绝育晶片植入，预防胜于治疗，爱护他们别弃养，行动要快，免得被罚款喽！详情请上高雄市动保处官网或粉丝团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前进巴黎奥运，中华健儿加油！前进2024巴黎奥运，请国人一起为备战奥运的台湾健儿加油打气！巴黎奥运登场，台湾健儿加油！2024巴黎奥运今年7月26号到8月11号登场，请全民一起帮台湾之光加油，祝他们挑战极限，勇夺佳绩！决战巴黎奥运，台湾健儿加油！巴奥争金夺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体育署防溺水十招提醒你：不跳水，不落单，不嬉戏，不疲累，不长时间浸泡水中，要暖身，要选择合法地点，要注意气象报告，中央气象局讲，要小心溪水落差变化大，不幸落水要冷静会飘。学会防溺十招，让你今年夏天乐悠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
阿公啊，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老公，小心！哦，后来刚才没弄到，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风尘情蕊飘落森林的山川中，心悲伤，无奈为情沉沦袂甘露。为你我曾经爱多重，伤就有多痛，恨你有多浓，今生痴心换今生泪，消失在红尘岁月中。喙齿若要顾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互你齿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料79450079，台南控料79450079，感谢。0800-0500-6688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来，咱家有一个活动来个听众朋友报啊报告哈。咱首先啊，咱这个活动这是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北头港综合宫。咱这间庙宇建庙至今已经200多年，佛师神明最主要的是北极先天上帝甲主台夫人嘛。本宫的对西元1984年有来做一处重建，至今嘛已经40出头冬，所以本宫管理委员会决定要再重新修建。而且吼，咱诚诚心来邀请吼全国的诸位先进大德，咱做伙吼来到三江吼，观看重建庙宇。咱如果那是讲有要到三江的朋友呢吼，啊，咱庙里这个电话会当个卡来做指接啦吼，0928-381-899，0928-381-899，咱找欧先生吼。啊，庙里这边有咧交代呢，讲观看那上1万以上的先进大殿呢，咱会将咱的大名，甲雕刻伫石壁顶面做一个永久的纪念啦吼。以上甲咱报告，感谢。
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所有来欣赏这首歌曲呢，这是我们台南市王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有骨气的浓吟。命注定着拢输出过生活，做着农民异乡出外，一人忍受了孤单，随风飘千里外，孤身只影无人伴，卖唔望有人疼痛。爱唔忙有人听通啦，孤独中坚强。乡忍受风寒，度日如年的生活，弹着破旧长线吉他，弹来弹去笑无声，笑无声，心切呀，吉他歌声无人听。无希望听起掌声，无希望听起掌声啦，望求你幸运。伤心的伤在心肝，万年亲像倒泪歌，那条韵律愈刺愈痛，伤口发炎天未罢，看破啦，看破啦，甘愿一人受孤单，无需要人关心我，无需要人来关心啦，向前流浪啦。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这边会的机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个咱做接听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话题。来，另外，咱们来个报一篇吼啊，台南的山啊歌啦。咱知影伫咱台南有真侪所在栽山啊，南西啦，还是讲关电啦吼。应该是这个，敢是关电？不是吧？关电应该做些所在拢栽山啊嘛吼。山啊，绿色啊，绿色啦，绿色啦吼。我们就讲是关电，关电啦，山啊贵，这个山是贵贵贵关电哦。农村那边山啊，啊关电嘛，敢那有啦吼。来，关电也是菱角啦，菱角哦。关电挂出来是菱角个，安尼可能是讲唔对嘢问啦吼。你讲最近这个南西诶山啊吼。
南西的山影就对了，灾情的民众呢，讲将近有2000家，有迄2000家够济啊啦。这是咱国内吼山地上界大的所在啦。啊，这个时阵拄好无着吼，采收期当大出，农会即卖已经启动了山影赶吼砍树、砍荷打的制作。结果呢，每一年来到这个时阵，听你讲讲。订单就对了啦，接走不离啦。现在都当专栏吼，在咧啊官会当中啦，尤其负责下配啦、切地顶的这个建地作业，而且一挂女性朋友就对了啦，更加展现出吼非常老练的立德流的功夫啦。处理一个捧果山呢，只要七秒，就是下配。啊，你后去兼吼。啊，甲马西亚吉拉呢？这个卡手有够美青吼，真凌厉，互人吼看到吼，只啊拖两瓜呢啦。南社区农会总干事郭富文，伊咧讲讲，因为当地的山野的灾情，会当讲全国第一名啦。啊，深深受到吼啊，这个啊，捧果山啦吼，深深受到欢迎的，就是捧果山啦。最主要是主力的品种。啊，为着要稳定市场的介绍，每一年拢总伫这个大出的时阵吼，会进行来收买，啊，接下来去就推动了加工的作业啦，协助吼刺激品企划吼，啊，包括南西农会的山野瓜呢，只吼啊，出每一粒苹果山的豆饼、正饼两大片的肉，内行啦。啊，吃起来吼、哦，真正有够好吃的啦！啊，菜吼、哦，鸡汤的配方，啊，口感吼、哦，会当更加好吃，嘛配合吼、哦、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观念，产品深深受到欢迎。贵妇们，你指出要讲讲，因为啦，拢总是收买吼、哦，等级比较较高、较悬，会加工个人。啊，品质大家吼，拢食了解娱乐呢，唔定国内通路吼大卖啦，啊嘛有某一箱呢吼进行外销呢，每一年呐开始咧行山啊关的时阵，哦，迄订单安尼接走袂离，摆甲热热等安尼啦，为着咧关会呢，目前五大型的砍索路转播吼，做伙来运作。高台金诶，山野肉就对了，行行的嘛，存一个一台金当安尼念念。啊，单金的上悬会当吼，行出吼上千台金的呢，以应应订单的需求啦。啊，这个正新鲜的这个山野肉就对了啦吼。爱先加烘十二点钟，啊，然后佮冰软化了后，佮再烘六点钟啦。农会人员需要吼真密切来监控的品质，制作过程当中是足辛苦。山野瓜伫咧砍树的过程当中就对了啦吼，拢伫这个集会场来进行，包括山啊，这个艾文呐，就是捧果山的收买了后分配装箱啦，啊，这拢由新住民吼何如甲阿丽啊两个人吼。来到吼啊，阿弟啊两个人吼，你做这个工课就对啊啦，新疆皮下完刷了后呢，搁再个切地吼，甲肉甲切落切一地，啊然后甲放入去砍索炉内底烘啦。好如过来到台湾已经18天啊，冰箱时伫工厂食透露呢。啊，那山野鸡咧大出的时阵呢，就会来到集会场斗三工。伊习惯用正手来下皮吼，啊，加切这个刀啊肉就对啊啦吼，嘛加打这个迄、那个山野肉啦吼，伊咧切的诶速度实在有够紧啦，互人真正吼，安尼目睭拢看袂糊啦。李德流诶功力真正吼不断咧精进，今年已经连升到吼七秒。就将一个苹果山一皮下了，佮上肉佮下起来，哦，迄卡手真明显。啊，透早五点到，安尼来上班，平均每一工就对啦，处理差不多40磅啦。啊，以量来个做计算吼，每一工的收入伊的薪水都有3000块并过啦吼。啊，这个啊，包括另外一名吼，即种外国籍的新娘，另外一个叫做阿丽亚啦，嘛是同款离岛流过来台湾的时间呢，比何如佮较久，因已经。加做南西农会山野瓜加工煎地作业的固定的班底就对了，会当讲是集会场内底的两大战将啦。哦，够厉害，有七票吼。没有，咱食山野的七票都食不了。嗯，对啊，七票得2、3、4、5、6、7
还一个啊，啊，而且因咧下个不下个，下个不咧下咧，下赔咧，对啊，要人家不下赔，下赔，哦，下赔，连老哥千八，咱无看到咱现在是不可思议哈。所以人家讲得行行出状元，对啊，哦，对不对啊？你看哎，有迄个了做啥呢？那个餐厅内底的服务生啊，嗯，做真古来款啊，我都唔知。你看伊抱伊个豆筋啊，甲抱伊个灯盘，甲劈啊，咁做啥呢？哎，下手滑筋，你敢知啊？哎，咱真做袂到的吼，所以哦，各行各业都有伊个功夫，你看。对啊。啊，山啊，我是无啥咧食山啊啦，但是点点吼，这提起个下雪啦，是啊，那个山啊名叫下雪。哎呦，系啊，山下都山下个为了下雪啦，哎，叫个落雪。落雪是安那啊，山下是不讲。啊，是下雪是到底夏天的下，还是上下下啦？那但是山下平静的叫做落雪。哦，落雪啊，叫做下，真好听。啊，那我们朋友呢，这个寒差不多七八了号啊，总之足贵哦。嗯，哎，啊，等于也冇好食，好食。啊，这个等于老母讲，母讲先阿边呢。啊，平时讲了后，他开始下回了后，七八七七七落去安尼，啊，到我个上迄个签啊，甲吐出。啊，吃了啦。哎，实在无丝呢，山药说我拢做无丝有啊哈。山药有，山药有啦，有，真正有丝掉了。对，啊，迄个是伊规粒密密，啊，拢无丝。哎呀，吃了都好吃呢。我真有甜，嗯，迄个甜度太恐怖。我讲无，我即个甜到安尼，我肯台湾水果都食无甜啊，你是无使。对啊，我说这个下雪，这个平白吼，我感觉新的一款啊，嗯，新研发出来，但是我有段时间啊，不离个，这个酸啊，我一般来讲我无食酸，但只要发到食两粒，嗯，哎，食两粒酸啊，下雪，我觉得热死啊，咱台湾呢，迄个在做啥呢？诶，山药咱讲真诶啦吼，真正有影诶，对，卖讲山药水果啦，咱水果吼，真有迄个嘿，对吼。好来，咱来个看卖啊吼，日本参议院组一个团体来咱台湾访问就对啦吼。啊，这个团体呢，昨啊特别啦，讲来到高雄啦，去参访着红山红毛港诶保安洞就对啦。啊，红山阿摩港这个保安洞内底是啥呢？内底伊所服侍吼，不是咱台湾人民，不是咱，伊是服侍一只二次大战的时阵沉落去的船啊，日本的军舰。嗯，哎，啊，军舰顶面所有的成员拢总有了着。啊，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红山这间阿摩港保安洞这间吼，啊，伊这个做啥呢？伊安排。将暗杀了后啊，特别吼，第一即个做因的庙边啊，只店只有甲徛一个安培，迄、那個、一比一的大当上啊，还有特别徛。也说即日本的即参议员的新闻专工吼，啊过来到即个做啥呢？即、這个保安洞吼，啊来甲即个做啥？即个安培建议就对了吼、啊。啊，即间保安洞即下像迄种啊专工病去吼，哦，真正是起了真好啦。你了解，算作日本式的，你要到日本式。日本式的庙了。对对对，啊，你来徛底下翕一张相。未想到，今仔坐去日本噶。我到日本呢，阮最近来顺便看新虾，迄就行啊。系啊，一头前。你未想咱这有翘起啦？系，一般是有翘，但是是圆的，你未想咱这尖脸子啊？对，系啊，这保安同辈的，伊都有加尊敬不大只。哦，内面够一只迄个店了，迄尊敬都够只，啊，对面有迄尊敬，对面所有成员的名，哦，哎，做是必须拜对就对了哈。啊，这保安洞到底是要？好朋友，有啊，同我朋友啊，同我朋友啊，嘿，啊，迄安倍的相在伫咧保安洞的边啊，只对啦，边啊只呢哈。这迄阵啊，都新闻有看到这个红山阿摩干保安洞，啊，礼拜就专人装伊啊。终于看了，不看好诶！啊，内面只船啊，啊，只包只安尼吼，更底下嘛是咁款啊。啊，是何时船啊？你啊？船啊，加遐船员。船员。诶，阿哥，船员是用有用人啊，还是啊，金星啊？无船员是一个白。哦，一个白啊！哦，二白了对啊。啊，一个企业名咧。对对对，啊，只船啊，人个未知，啊，内面有主神是。迄个日本的一个可能是尊长，哎、哦，主席可能是一个尊长的款就对了哈、哦，因为咱看袂下日本字啊，哇、哦，这是保安洞就对了。好、啊，那有影响。有拜拜和模式，甲咱台湾拢同款。我拢同款。我甲问个庙公，讲阿甘仔拍破啊，讲阿你要夹拍就夹拍。
啊，免拍我啊！你甲教咱台湾的，对对对，咱台湾的地都甲摆起来，啊，甲插起来香啊，对对对，啊，有哪有香炉？吼，有啊有啊，香毛巾纸，哦，小金嘛，小金嘛，就讲教咱台湾的咧，小啊，只是外表看起来在做日本化，啊，你啊地当咩？翕一张相，人当作你去日本啊呢？这是新鲜啦，哎，一定系，就真正日本的新鲜了，对啦哈。另外，真用心起啊，未歹哈。来来，感谢啦哈。我高雄遐有，高雄有这种所在哦。有啊有啊，有另外两间。你看新鲜不当看呢？啊，也是新的啦，不是旧的新鲜啦，新起啊起哦，就新鲜的，新鲜的，安尼就对啦。啊，日本啊，高雄啊，佮另外佮一间。伊嘛是来，伊嘛是服侍迄个做日本的迄个做那将官，哦，嘛是服侍日本将官，啊，佮有咱道教的神尊，哦，安尼哦，拢做喺伫内底，哦，啊，你若要甲翕相，要做一个记录嘛，吼，嗯，爱宝贝。宝贝，哎，宝贝，挂三个神杯，你还真有笑。对啦，这尊重啦。哎，对对对，宝贝，阿姨搬笑，人家唔知啊，三日就拆个，嘿，我拢无赞成。嗯，你像我伫路边听，好，我虽然烟斗，我知影，但是你乌白提着手机啊，搞掂，你变得未爽咧，你嘛搞讲者。嗯，大家来跟你学过去了。所以咱们翕神尊的时阵哦，那我唔是甲人讲你啊，我甲人拔杯，啊拔上杯，我来开始去。啊，拔三杯了对。啊不，一杯俩，一杯俩，这小输一杯。哦，小输。哎，小输一杯，大输三杯。哦。啊，你问讲，啊，我来翕一下相做记录，啊，老温准请输一个上杯，哎，哦，上杯好，啊来翕，来咱开始翕，啊，但是闪光灯一定爱关掉。之前听先阿你甲我讲，伊是用多种拔杯啊。哎。我讲都会有一种。阴咩就对啦，你不是我讲过，嘿，哦，啊，看你要去会使未啊？哦，对啦对，迄阵时要去东山呐，要去东山呐，一个人钓个尾锤，阴咩所在，咱是大概讲不晓，不要讲看下，而家几个未？一个人要去阴庙，你听阴庙，你听哦，阴庙，咱台湾世界嘛拢有啊。阴庙意思不是迄种阴庙啦，啊，问，不是阴庙，阴庙意思就是迄间庙啊，花红旗啊。哦，为了表扬，哎，表扬拍啊！啊，一寡，咱目睭无看，咱目睭无看，因为就是讲，如果小兄弟啊，啊，这个铺不能大，一寡兄弟在里边大，对不对？不能锁起了里边大。啊，去拔啊，去拔那个五湖泉水，请到五湖泉水，讲阿华会使去啊，系啊，吸袂，吸，啊，那拔都拔不开，拔都拔不开，摸起就是摸起啊。啊，你都白目不去，对不对？也不要，也不去啊。唔系啊，我如果未使去，我敢去，真正冇去啊。所以有阵时，即系有阵时宝贝啊，那有偏机呢。系啊，即系真正哦，你博无，你就博无咧。对，嘿，啊，两年啦，你博无，其实可能两就是连续三杯，博无，系咧。啊，即系博，等你博杯中间，你讲我先明听，我来讲我都清楚，你听。简单，嘿，爱简单，啊，明了，明了，嘿，啊，卖了，啊，卖啊，讲啊，一片林登乐乐等，迄心灵就刚处理啊，这代志哦。刚才你伫个头前讲五六分，你那听下落啦，好对不对？吼，啊，所以啊，我咧也强调拢未去经历大日。嗯，大日就是讲多一间庙主神多做生日啦，啊是啥物事？你老的时阵我就未去啊，嗯，哦，因为那时候新闻登无用嘛，啊你看他们讲，我刚才去上游，我不得嘞，所以去上北京发这个背稿讲哦，讲真闲嘞，买我去，卡挂都挂无背了，啊，安尼的，啊所以伊新闻讲，你要去阴庙啊，你若去拄着的，就该去往给你摸着的，就该我等下就个不去啊，被你放弃就放弃，怎样？啊，不也无去，不也。哎，买了无去，所以这跋杯哦，蛮讲不准的。你有当时要跋，要求一杯出牌球；，有当时要求两杯好，三杯连续三杯做好球，足奇怪啊！啊，伊种人讲是纪律性的问题。但是，但是你讲的话爱会听。对啦，对，我咧问侬足简单的嘛，我咧问足简单，就是啊，那你敢会当破一箱？那是可以，因我一个想法，啊，这手就可以啊，系啊，啊，就挂了就随知影啊，吼，啊，你若挂着卡杯卖掉，
那把咧较背先出你庙啊，坐一下。你讲庙好势啦，可能神明还未处理到你这张公文啦。啊，你要先去外口庙要外口啊坐一下，啊十几下分咧，啊来个庙啦，十五分。还是十分钟了，还没去点播。现在现在听我，啊，今天听我讲，啊，我唔要我去啊，跑步飞啊，那播就跑步飞啊，啊，好啦好啦，你卖去啦卖去啦，你种因为所在，你叫你卖去是梦醒你醒。拜求猫环啊！来啊！啊，阴庙会使拜下呗，阴庙拜不要紧，但是唔通乌白下弯。哦，对。你简单去甲万应公、万庆公，还是迄个做三大将爷？你简单去甲伊讲请安就好啊。嗯。啊，你唔通讲啊，你得保庇我掉啥掉啥掉啥，卖尽量卖去讲嘿。尽量卖讲嘿，当时要拜拜就是咧求这個，所以讲求身体健康，啊求发财大赚钱。啊，这个阴庙尽量就是去请安，嗯，啊卖个再求你个物件。所谓阴庙哦，唔是讲一定系害人嘅，系啊系啊，阴庙就是讲无领旨，对啦，无领旨，无领龙上帝旨意去诶，伊家己去啊，家己去。大吉吼，咱两个大吉咧说，安尼搞福山安尼，哎，无忌的，无忌的这阴的啊，但是这阴嘛就好人啊，嗯，嘛修心观，好啊，给你庇佑，给你保，嘛修啊，嘛修啊，啊，你都，这个无忌呢，差无忌安尼俩，哦，无足贴，好足忌，啊，好，哎，啊，为滴这个台湾的苗族仔啊。四过行，当作佚佗嘛。是，较早我拢佚佗落风景区啊。嗯，啊，即马无同啊，即马拢各县市，像我礼拜就走云林加嘉义啊。系啊，三大妈祖庙全部拢行完安尼啊。即马就阿星就伊就那假期就是吼，有闲的时阵就是走宫庙啦，走遐拜到遐啦，差不多拢安尼。阿星拜滴啦，去上等啊，差不多过两等啊，吼，差不多全台湾的庙宇都差不多好，走了了。到依家全部只只咁样去飞机啊？没啦，对只桥都买到训练，佢点话精尔？好啊，系啊，到训练点话精嘛，啊了考完头登来就到嘉义新站。所以配天江、洪天江、朝天江啊，全部拢去啊。啊，你啊后个，你去爱看啊，玉器，你只能去白话经玉贴，不会不下。会不下、啊，会你从马祖经作者拢无写，伊是玉贴还是玉字？嘿、哦，伊马祖的已经够大呀、啊，对啦，哦，哦啊，所以这阿伟唔是有的真正伊爱在看是玉贴，阿伟是写玉字，嘿、嗯，玉字就是一只领字办事的啦，嗯，啊，玉贴听伊讲是纸牌，这个不要中国话哩，玉字哦，那叫外地改就对了哈，啊，对不对？我唔知啦，嗯。玉贴，嗯，就是你真正去领字，嗯嗯嗯，是龙上帝面头前竖起火的，嗯，迄个玉贴，玉字，就是龙上帝输了，无去现场去领字，啊啊啊，迄个玉字，嗯，玉贴，确定了，确定，上重要吼，哎，家中庙后人就上重要，就是安那。卖迄落其他西花啦，阿卖淡妈系。好啊，哎，保持中庸嘛，中庸嘛。啊，所以你看咧，庙里头写肃静、回避啊，什么种种有诶。哎，排啊，啊，结果你放炮啊，佮放迄落去，啊，你咩啊肃静啊？无讲咧，我真正无讲。所以我无甲你讲礼拜时阵啊，礼拜时阵我去迄个了做，迄个朝天宫啊。啊。朝天宫啊，多好，即个人坐顶头要来进香嘛，拖卡。头前规个跑了跑啊，惊死人啊！到底规拢无咩任务？系啊，我想讲我这放咁就快放假，多咧想你啊！嗯，一阵大火大落落来，有够大啊！无够大，落五分钟尔，跑啊全部拢免掉。我那都钱啊咧！对对对，我迄阵我徛伫点呾，我迄阵徛伫咧这个做保生洞。好，保生洞就是迄个做迄个北港。啊，武德宫，我罗武财神，赵光明，诶，发迹地，赵光明，赵光明，诶，较早因为迄个某咩原因，咱老细有哪赵光明啊？有啊，咱我罗，咱我罗财神一般拢讲赵光明，啊，其实另外一个事业啊，武财神啊，诶，武财神另外一个事业，对，诶，我伫个所在咧看迄个武财神赵光明，诶，迄个风吹着，诶，位啊，啊，将还去嘉宾听。好、哦、啊！嗯，啊，我看炮啊破了，我讲你清明咱真正爱你一班啊，水落雨，够大，啊，五分钟，啊，落五分钟了。
规个规拢啊，个规个好，伊都袂放弃啦，啊袂放弃，就我爱是定啊咧。哎呀，对啊呀，爱着个提新那个来放啊，个早一提新咧，好停了出日头啊，伊个早一个提新咧。提新就不要钱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讲，哎，你讲下明啊，你个提。咁我那新年咪起来包咯。我做单啊都。本来放喺上行。当时啊，包啊，当时啊，人关咧，啊，你唔会咁办嘛，未使啊。无啦，用咩啦？关咧。嘛唔是有人关咧哦。无啦，用咩？用别人家己去买啊，家己去啊，有人关当然啦，你出钱，像我开钱你去买啊，唔是啦，正人关咧。你就好呀，好呀，讲好呀，爱食泡。我问几啊，无人讲会出顶个。这个放炮，放炮啊，不是未使放气，失动了啦。嗯，失动了啊。放啊，无面上无鬼啊，怪个几多鬼啊。无啦，我感觉唔是安尼啦，唔是安尼啦，哦，失动了啦，现在无放气啦，啊放气啦，安尼失动了啊。嗯，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咱来进广告，阿良这个得等下来。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这边来，要来给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威马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为了对啊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搞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跳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长期间咱安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得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一朋友包括吼你的头颅、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我可能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恁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这所以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
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制作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浆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性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伤。如果若无只骨浆骨伤来个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下去，啊磨下去接刷咧去，你就磨到顶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性山软骨素内底也够连得糖小分子加元200，包括维生素 C， 也够咱个美国 NEC 200分解加素，也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段经验才做朋友，有人跟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啊，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着碘里面的第二代了，对。所以啊，个人五宝去六清，这费用吼未使回脑壳，费用啊脑壳就来像咱一条狗啊，你感觉了对，脑壳也塌。开始惊人杂志就对啦，有诶物件就又开始疼，一只狗啊就未痛，未痛就归臭哦。做上去的话，咱会更感官意思了对。那叫脱掉了对啦，吼，有阵时咱走未赴啊，跌脑里看袂安那得，跌心中看袂安那得，后尾就会未痛，跌脚未痛诶哦。你把它清净啊呢？做上去的话，经过补虚毒清改加吼，补顺根，那么是病了。钙和三病的店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加补充给惠阳所，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的责任呢，米巴集团就关和咱责任了了哈。所以除了这三病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冇不了解，怕电话做详细询问，0800-0500-0500。好嘞，感谢啊，咱哥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0500。好嘞，感谢啊，后边时间呢，下来我们来个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吼，听众朋友啊，一点要表达还是什么意思，要来补充一下，还是各方各协调的吼。来，咱的电话这是2699-4556哈，2699-4556。台南的电话，我国台电话要卡，咱再加一个06啊，电话啦，卡通先记得甲进来哈。啊，咱这就做听电话当得，啊，随我电话当尽量讲话要大声大白啊咧啦哈。来，06-2699-4556哈，台南的电话啊，看来感谢，哎，你可以未来哈来哦。你接电话，你好。主持人好，你好。我所有的朋友大家好啦哈。讲这个家人哦，这派人的工课哦，这是有家人人员都好足好的机会啦。啊，咱选唔对，选唔对呀，这拢不要紧哈。这回一定要好好把握啦。嗯。按照讲呢，阮高雄差上侪啦。嗯。啊嘛，把握都贵的啦。嗯。
山顶的阵高阳阵啊，哦，一个光头的。免高阳，无简单啦、啊，高阳就是赢过韩国有动转的票，甲扒落来。啊，扒落来啊，真是有出少年啊哦，哦，我去我就市场遐。遐个阵，恁食早餐嘛，我有人问啦，看你是过去就拢，那无啥差不，这回那现得啦，伊就讲，看叫叫恶病，可能是恶病转药转药便宜啊。啊，即摆无，我只了解阮那个菜市，所以对各样不要那微小的水啦。啊，迄阵哦，咱是真的非常兴奋哦，也无下。哦，当时我嘛无签啦，但是行动咱就一直在做到，这是咱做一个公民，上大责任甲义务甲责任啦。算唔少，就爱好把。啊！佮当时一件偌趣味代志，当时迄阵啊，内面有电视台播这四句言，那是那是小事些。六月七日来北韩，就高雄边将来，这是真心选好伊。如今万难真无奈，亲像电位坐袂少，为着梦想操我烧，无心事情做伊去，互咱看到真相。不介意，我来看我吧。高雄是直接给我竞选机票都能开，欺骗乡亲并加贵。一块市政府无爱，包含大家吃住啊，这些高雄好民主，一切市民来对住。是。这是我当着这个块包含块干部，我提给伊。嗯。现在我都想去讲一堆水库人啊，要给人家说些人足优秀的，大伊足好发挥的，都是人人啊足好讲的。是。啊！伫电视台就出去讲这些安尼，我感觉真正赞的啦，真正有水准的啦。嗯，望其他人啊，我好好把握机会，一种感谢，谢谢。好，感谢啊。你好，哎，你好。张大哥，好的，你好。张大哥，五十当前，你敢捌去台东出张过？台东哦，台东我唔捌去。我这个艺人捌啦，艺人落来。嗯。啊，红干要创啥？嗯。两只五十块的小羹啊，足大只哦，用补的哦，用补两只五十块。啊，无老娘，关键那不要食无老娘啦。嗯。啊，迄就是出门因家附近啦，迄个红干遐啦。哦哦哦。今嘛你去夜市啊，食食迄个小羹啊，唔是大只的哦，中的啦吼。哦哦。听清楚哦，两百，我今天无骗你，伊是写百八至两百啦。哦，今嘛小羹啊，真正大起价起价价呢？啊，我要来讲，按照马斯古。越来越多马斯古的口罩哦，越来越多人开始有准备要保护家己要戴哦。塑胶套啊，用起来了，伊个防毛一阵一级致癌物。你套啊用起来了，卖很刮哦，用手开手十个、二十个之后，啊是个血管空起来哦。啊不，伊个内底有一种一级哦，叫做致癌的成分。感恩谢谢。好安尼哦，好，好拍摄哈，好个顶卡一下哈，来你好，好啊，不等会啊哈，好来好，然后去一下哈，2699456，带来个电话，我头打空六哈，来感谢啊。来听到了，来听到了。我跟你讲啦，家人这样哦，爱夹夹石头，爱夹把面落起来啦。哦，袂使无夹把面啦。哎，国民党拢作恶钱呢，拢无你用你个呢。哦，我白你个呢，我白你乱呢，敢知影？啊，迄夹夹石哦，他夹国民党个夹石，爱较好。安台湾那边好，再甲国民党个夹石较好。是。哦，想过恶钱哩，讲话咱无含什么哩，都无。那啊夹把面落起来。我看一家死的呗啊！是啦，哦，阿伯爹爹嘛，客户在聊我呢。好 ，OK， 多谢你，谢谢，来你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张天贵，你好你好你好，我讲的吼，今日那个报道一个那个替国民党买票那个范春莲，哦，判死当，当上位判刑四年了，啊，那郭台铭哦，他立起来呀，立起来不发流浪啊。真的呢，媒体之前光鲜亮丽啊，做的啊不敢当啊，要建议我建议我建他，真的很恶心的，恶心到极点。嗯嗯。啊，第二点吼，大家先讲那个啊，罢免票被爱超过当选票嘛、啊，有一个困难点啊，因为哦，罢免票要倒罢免哦，人未出来做地倒的啦。嗯。
就算不是，好、哦、的，达标都较低啦，四成啊，五成的啊，这个要过这个门槛哦，真的很难。啊，那你阿弟也无想起的话，你就系啊。因为啊，你伊也不是大选人啊，一出来算，我猜啦，来算哦，人我都一出来算，所以你超过的票数真的很困难。是。嗯，我是真的再等一点，是比较困难。哎、嗯，是，谢谢喽。好，过来，我参与了。好，感谢，感谢，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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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谢谢啊，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哎，你好。我是自少年才开始，以前民进党到今仔日嘛。嗯嗯。啊，但是我是自去年开始的，不是自民进党，自民进党一直搞三年了。讲哦，就是交通违规哦，那这个严重当然爱处罚一些啦。但是现在我参加干的项目，唔负责哦，所以做的方干。我最近我嘛问听哦，我嘛跟他讲是不对的。嗯嗯。你有讲咩所讲？哦，你的最后边车是我送的，是个奖金的。啊，你嘛无应当在因为个奖金。啊！我是感觉需要家长来建议者，哦，我感觉吼，一种政策真实点，哎，迄个责任，可能即个多年不是拢有那个传统的迄种咧，科技执法，对，啊，但是，喂，哎，你讲，你讲，哎，但是呢，如果讲选举达人呢，一律拢忙着民众出发啦，嗯，嘿，因为个，你得做足足侪民怨啦，有影啦，有影啦。阿姨嘛，兼职，伊个支持出股出来的人，另外我就感觉，那比较真正无谈无谈。伊嘛，已经有兼职足侪啊啦，兼职足侪无好选举达人兼职啊啦。对，但是事实上哦，我是对你根本对他准备好像有心要去立起来，是，这民众要注意哦。反正来反正我顶我三亚这里啦，可能无啊呢，可能够促销贵啊，促销加这呢，啊不专门促销了。好啊，你好啊，多谢。不过感谢你哦，谢谢哦，谢谢大弟哦。喂，啊，咱嘛只爱防，因即慢慢动员因的力量啊，我动员因的人啊，因的恶势力嘛好真大，所以讲这边的吼，看咱台湾人啊，看团结袂团结啦，啊，尽量用心啦，我希望哦，一个看起一个，啊，今仔日下暗六点哦，迄个哎呦，这边较难要表决哦，啊，希望我的我青年们哦，哎，我的青年即少年下班哦，下个拢归支持，六点。几十点半，今仔做贵啊！台湾人啊，咱团结啦，发明党哦，是，大家别别不用话句，是，加油，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喂，哎耶，你好，哎，哎，大哥你好，帅大哥，你好，啊，坚哥啊，你还强调啊嘞，啊，要扣伊有今仔迄个食药署长施崇良哦，讲有咧考虑要扣迄个酒害。哦，一个酒害什么监管呐？哦，酒品健康监呐？健康监在科鲁啊的对啦，酒品没改观呐？酒品什么健康监呐？啊，我们医助用的算迄个癌症的用的心脏药的用的钱呐？哦，啊，你在断。
给讲一挂啊，无吼，那可那无成啊，对你足无公平的啊。好，我今日我是较希望我分管人兼挂，啊，至于酒管要扣啊唔扣，我是较无在意。酒还阁扣较侪，酒恁都会乱会乱成，阁会车火有遐，啊，春食食哦，这是凶诶，个人诶凶诶，精神诶凶诶，较爽俩，无去影响到别人。了解嘛，对啊，嘿，我别讲的啦。好，再见，谢谢。这个食薰吼，这是安尼啦，咱都遵守规矩啦吼。这若禁止咱食薰，咱就卖。但是咱嘛是要向阮单位讲啊，讲，人讲上帝啦，甲你关一片门，你就替你开一片窗，对不对吼？所以你有禁薰区的所在，一定爱设吸烟区啊。爱有食薰区啦。第二，安尼唔得叫做公平啊。啊，第二样就是你的健康观感缺了型。现在你讲这，我真不食薰的，我。对对对对对，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刚才讲了讲讲禁禁禁禁规矩规禁，那个结果感情一大堆。哎，结婚的那不只结婚的哦，你国家一年砍唔系减减五十岁金咧？今日啊新闻都报啊，报你。系啊，因为这个做啥减？迄、那个食薰的人口数大量减少嘛，啊，所以健康观原本高价啊，钱收未掉啊，收未掉啊，收未掉啊，所以讲对食酒的了，还会收啊，食酒了，啊，好了好了，这政府的叫董事基金会看你行，我无意个啦，现在政治啊，大概做董事的路程啊嘛，无多哈，好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迄、那个罢免哦，唔是讲无啊多冲过。韩国瑜当时是几票掉的呢？89万里啊！好、哦，89万里啊！哦、啊掉了掉。嗯，罢免的时阵话者93万9，真是。啊，这嘛是讲讲叫做罢免投票啊，差不多弄出来啊，差不多弄出来啊。所以你真正足受气的时候，悄悄过你一票。照你讲，这应该无啥问题，卖定定就先提一个讲投票率低，我就安尼就卖啊，就先安尼吼。我都买过1000万票，对不对？700万票敢罢掉嘛？无意思吧？我来等下你，我上来1000万票。好，来了啦。谢谢。啊，真正嘞，进一个广告。进一个广告，谢谢啊，好，感谢。来，最近这个北部的朋友吼，拢爱特别注意啦吼，因为热啊，一直到个吼过头的时阵就落雨，啊，你若讲小可落一下雨的吼，雨水库有挂水，和这个天气温度的当吼比较吼较低，一两度啊，较凉较凉凉爽的吼，真好。啊，偏偏一热吼，拢落来变变，就那亲像咧倒面汤啊水安尼，和你吼根本就雨雨走袂离的，啊，拢达达拢造成水灾，啊，所以这段时间咧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天气佫到个即马佫。继续嘅，系啊系啊，而且南投也嘛是同款吼，规个落家真正真死人就对了哈。好啦，啊，这个水啊矮啊，啊，我那惊讲伊会造成灾情啊，对啦，我、啊、这都无多嘅代志哈。啊，各有啊，这个国际什么气象署，包括咱台湾的这个气象这边，家拢在讲，讲今年这个热吼无数上啊。不正常啊！哎、欸，不寻常啊！嗯，他的观测现象啊，不是讲正常，那个都无讲。因为观察讲这个热加。